很多姐妹都在好奇我这个高马尾是怎么梳出来这种感觉的，有一个小技巧啊，你们看后面，其实你梳起来之后有一个小发夹，然后直接从后面往前面夹起来，然后这个头发就是往上冲的，就看起来比较有力量感，比较潇洒一点哦。然后最重要的不是看我的头发，其实是看我今天的穿搭了。现在气温已经达到30度左右了，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哦。看我身上穿这个防晒衣，这个防晒衣呢，它区别于传统的防晒衣，传统的防晒衣就穿上又宽又松的，其实有的是看起来像一层网纱一样的，就是没有质感的啊。这种防晒衣上身之后，它其实是把你的身材曲线完美的展现出来，并且上身之后还冰冰凉凉的，穿起来很舒服，弹性也很大哦。看一下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守护防护也做得很好，防晒衣有了，然后这个防晒帽也会给大家安排上去。昨天有姐妹问我说，我骑小电驴的时候会不会吹飞哦，给你们看一下，随便动它都不会跑的，因为它后面固定的其实还挺紧实的啊。还有我们的防护口罩也会给大家安排到位啊，一身黑贼拉帅。我觉得这个口罩做得很人性化，这个鼻孔这个地方啊，防止大家出不来气，还有一个透气孔，还有这个后面啊，防止大家有的是脸大有的脸小，给大家做了一个拉伸绳的设计，这个可以自由调节的啊。看一下，从上到下防护很到位哦，一白遮三丑，所以我觉得女生如果想好看的话，一定要把防晒做到位哦。下面的话就随便搭配个裤子就行了，这套怎么样呢？